快970次列车是一列空调快速旅客列车，始发站是青岛北站，终点站是通化站，途经山东、河北、天津、辽宁、吉林五省市，全程1832公里。青岛北站，蓝村站，胶州站，潍坊站，淄博站，大明湖站，平原站，德州站，东光站，沧州站，静海站，
天津站。唐山站。山海关站。沈阳站。抚顺北站。
清源站。山城镇站。梅河口站。柳河站。三元浦站。通化站。谢谢观赏，敬请关注。